丫头，算我求你了。阿川，你到底在坚持什么啊？ 我们是活在地洞里的老鼠，我们永远不可能站在太阳下过正常人的生活。知不知道坚持到最后，这只是浪费时间，只是一场笑话。我真的很需要你，所以才会三番两次来找你。 话已经讲完，要怎么样你自己决定。加队！我答应你。 阿川，你说说，你答应跟我合作了。我只有一个条件。啊，说。以后不要再去骚扰玉慧喵喵还有吴子良他们一家。<笑> OK， 那很简单的事。你不要嬉皮笑脸，你发誓。好，我发誓。嘎德发誓，如果我的好兄弟阿川回到我身边，我绝对不会去打扰玉慧跟吴子良。 如果有，就会被车撞，或者是剪指甲，一直剪到手，剪到变成哆啦 A 梦。啊，阿川。